比麻辣烫更好吃的麻辣拌，如果你也喜欢吃这个做法，你一定要试一试。锅里水开后，根据食材的耐煮性下入自己爱吃的各种食材，把所有食材煮熟，捞出来控干水分。麻辣拌好吃的关键就在于这个料汁，碗里加入蒜末、白芝麻，再加半勺花椒粉、一勺孜然粉、一勺辣椒面，再加盐、鸡精、生抽，浇热油激发出香味，最后加入提前稀释好的芝麻酱，搅拌均匀，酱汁就调好了。就这个麻辣拌，连吃一周都不会腻。